啊，所以后面没有要找谁，然后就直接跑来这边的吗？直接这样子啊，这么的快速啊！现在就祈祷这边不要太过于复杂就好，当然这只是奢望。八。哇靠！到刚刚才结束哦，这么久哦。哦安，听不到，那你就是只是你可能在吃饭，然后一边看而已吧。听不到，还是这样打个字好。嗯，这样真的很夸张哎。两地然后都有人死，那很明显就是警察署那个地方被干掉了之后，然后被移到检察署了，只是怎么处理掉时间差问题的。啊，总算。审判长这次消息很灵通哦。没救了吧？这个直接乱掉哎、欸！
好快，好快就讲完了。好了，继续吧。可爱吉祥物，晚上看到真的会怕。你会看到一个东西那边一直挥舞的那个警示棒，然后在那边一直扭。哦，嗯，出现两次。对啊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不太对啊。多刀，很嗨啊！原辉感觉就只是有，他会有点傻傻的，然后可是又很热血那种。打哈欠。
这个时候才给拿出来。一直都很欠打。太恐怖了吧！这是弗莱迪的午夜惊魂吗？哇，还有3D耶！天哪！哇塞！我靠！人呢？审判长好吐槽欸，哇，难得吐了这么好的一个。还不去本人啊。超废这个。前面那个我不要那个，好吧，我不用做那个意义之类的。真的，我换个 BGM 就变恐怖片。先找矛盾再说，太厉害了吧！等等，啊，没看到。烂死了！等等，
啊，那个就一直晃来晃去，然后从头到尾都是逮捕军，而且那个手很刚好的挡住死，长相真的很鸟。可不可以先把他手上那个东西给拿走，扩音器拿走？兴奋与感动。哇靠！哎呦，可以这么好、啊！矛盾点呢、啊？等一下。这个吗？保险柜的灯亮着，等一下。哎，真的亮着哎。为什么音乐还在放？单调的人生经验。
可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等等，他有干嘛？他有干嘛？找出不自然的原因还是什么？你说脸卡住吗？这个吗？那不是纸片，那个是手套。门吗？开完后手套卡住门，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吗？我觉得哪边不太对啊。刚刚掉下来的手套吗？音乐竟然没有倒带，我觉得很恐怖。真的还蛮好笑。这个。
被阻挡。突然就没声音，也蛮恐怖的。哦。哦，难怪哦。手套吧。蛮辛苦的。哦，还有后续哦。可是就算你拿出 ID 卡，你根本就……好吧，哇塞，啊，哦，对，等等，thank you.
都可以看他。做什么？直接把 ID 卡拿出来吗？欸，他 boss 蛋刚不是写说他的 ID 卡吧？糟糕了。
提出异议。还是先按。所以这只是拍给我们看的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把罪门拖上法庭吗？有辩方提出来的。哦，直接这样选哦。哦，还好，我以为我要亮底牌，我以为我弄错了。今天先这样子，剩下的明天再用。因为这边正好就会就进行到一个前篇就结束的地方了。跑掉了。靠，还被当枪使啊！
啊？什么鬼？What？ 我靠，直接跑掉了你！这直接出艇的、欸。我靠！你不要给我出现中篇哦！哦，还好，直接就后篇了。不过这个后篇我就等明天了啊，明天再继续玩，反正明天都还是在玩逆转裁判。世界一个一个给他接出来，天哪，超夸张的，难以想象他是用这种方式，他到底是怎么写剧本的、啊？有过十个存档可以选，我没差啦，反正基本上我就只用到前面那一个而已啦。好啦，先这样子啦，然后明天的时候再继续吧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那就先玩啦，明天再见咯，拜。